用600块买到了漂亮的衣服，哎，女生就是那么容易开心。你知道开心起来会发生什么事吗？就是待会继续逛，然后再下单，再下单，喜欢买了，喜欢买了，买单，没错。这一家除了这一套，还买了另外一套，比较是运动风的，这种运动风格。只是呢，她的裙子比较大一点，所以我今天花了很久的时间在研究怎么把它缝起来，结果缝超丑。我待会要重缝了。我就是看了很多教学，怎么把裤子、把裙子改小，然后他们就有一个教法，就是把这边缝扯起来，然后用力拉，它会这样粘在一起。但我缝很丑，缝得太丑了。